你压岁钱不见，你不要找我啊。但是你总是骗我钱。我没有骗你钱，你说你那个一块两块硬币，有时候我拿着逗你玩的，但是你压岁钱我可没动啊，你千万不要找我。我动都没动你压岁钱。保证。我保证，我真没动你压岁钱，你别。妈妈，查查知道。你查监控嘛，你查嘛，我真没碰你的压岁钱。我的个乖乖，月月的压岁钱不见了，他竟然找我。他说我经常骗他的钱，他说我压岁钱拿他的压岁钱，这个东西我可不敢承认，我碰都没有碰到压岁钱。你是真不见了还是假不见了？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假不见了。假不见了。但只会在我们家里。假不见了还是真不见了？假不见，在外面不见，就是真不见，在家里不见，是会有会在一个地上。哦，你意思说他肯定在家里面，不用着急。对。哦，要是把它找出来，也不被人偷呀。行，那就行，那你慢慢找吧。哎呀，我也不管他了。本来我还想帮他一起找一下嘞，1000多块钱，我还有点着急。人家月月一点都不着急，随他去吧，他啥时候找到啥时候算，反正压岁钱就在家里面。哎，这刚说他不着急，这才找了一会儿找不到，他又哭起来了都。他不着急，我就想坐下来工作了，不管他了，让他自己慢慢找。嘿，这家伙耐心就没了，就哭起来了。我现在去找梅姐去，让梅姐帮他找。我也没找不到，我是最怕找东西的。梅姐，干嘛？他压岁钱找不到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赶紧去帮他找一下。那1-2千块钱呢？等会找不到他，到时候伤心坏了。我不去给他找，我早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压岁钱我拿着。他非不停，他非要自己拿着，天天拿着在手上晃荡显摆。妈妈，帮我找压岁钱。我怎么给你找啊？你刚拿压岁钱拿在哪里了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给你找？我让你把压岁钱给我收，你不给我收，你非得学你姐姐说要自己收。你姐姐她那么大了，她能收拾得好，你收拾得好吗？我没有拿钱，姐姐一个人去房里买宵夜，然后呢，你不知道啊？你要自己一个人拿钱出去给我买项链，他要给我买项链，必须得找，他要给我买项链，走。听月月这么说，这个项链梅姐必须要找。人家拿出来不是自己玩的，人家拿出来想给梅姐买项链的。你看吧，刚刚梅姐还凶人家。你找了那么多地方找不到，你先回忆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拿了是放哪里了，你捋一下。拿出来的时候是在那里数的，然后呢数完以后抓起来，然后呢下在猫咪身上，然后呢我又拿，然后呢叫你上就不见了。你刚刚放在这个位置了吗？嗯，放在这个位置了。把这个搬开，梅姐把这个搬开，起来。你看看。有没有把这个搬开？没有。柜子底下也没有。那在哪里？这实在找不到了，我也找一头汗，让他自己找吧。实在找不到了，我也没办法帮你找了，月月，我得工作了。